就想去见你。这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所以老子讲的是，如果你修道，你有所目的是什么？目的还是因为你会嘛，你看得到啊，那别人怎么办？对，导引别人才去学佛。所以我们汉后对老子的认知都是错的，不无为啊，下面要给我逮鸡，一会儿给我逮鸡就好了，大事万事不管。我跟你讲，老子会从坟墓爬起来，这不是我。所以剩下十分钟，我们今天讲最后一个观念，非常重要。如果各位有朋友的还在努力的工作，筋骨之别最重要的就是管理。我们刚刚讲，过去的管理是固定的。那皇帝不换掉，管理的人就是那些。今天对不起，四年五年，最快六年就要换一个总统。管理阶层是流动，那个是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政治上的管理。其实这个社会需要的是什么？每一个人要活下去是经济要活动。过去是因为靠农业，农业就在那边，土地大家都种田，所以没有看不到经济问题。只有在灾害的时候，今天对不起，今天整个环境不对，今天经济问题是每一个国家的问题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，古时候是天子、诸侯、土地人，最早的时候是天子把天交给诸侯们去管，对不对？跟今天来看，我们是国家经过总理，下面是土地人，所以现在的总统像你是天子。总理像诸侯，不过总理只有一个。时代改变了以后，天子下面，对不起，诸侯太多了，跟我分到最后，天下大乱，变成宰相，中国变成统一天下郡国制，然后土地人民，宰相是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。现在呢，你看哦，原来天子来了，总理就变成宰相，我们要的行政院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标题呢，企业家之心腹。诸侯或者宰相下面管的就是人民跟土地，土地是生产工具。现在你们各位看，一个国家总理下面，其实管国家经济最直接的就是企业。以台湾的地方来讲，你看看，我不客气的说，连那个什么内湖工业园区，加上南港智慧园区，两个加起来，一年的产值是3兆，一年的产值3兆，你到农田种一亩地多少钱？台湾的经济主力不是农业，台湾的经济主力是什么？企业家创造。所以企业家是什么？是新诸侯。哎，既然企业家是新诸侯，哎，各位能创业的人，每个人就像过去的诸侯。为什么？你有一块地，建一个工厂，这就是你的。你的人民是什么？志同道合一起靠这个为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世界变到全世界变一体化，你就可以看到跨国企业是新型国家。为什么？国家的要素是土地、人民、政府、主权。但是跨国企业家像郭台铭，他的员工号称300万，连丹麦都没有他多，不是丹麦，那个尼泊尔都没有他多。他不是一个新国家，他就是大老板，他就是天子啊。
所以各位有没有连接起来？现在管理者需不需要修道？以前的管理者要修道，现在的管理更要修道。而我们一般人呢，你不是管理者就是被管理，我们通常是多重身份。你在公司里面，你资深员工的，你管理一个课或一个科，你就是小诸侯嘛。可是你回来，对不起，你老爸在上面，你还是要听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多重身份，我们既是管理者，又是被管理者，看你的事项。所以企业的重要性在哪里？你看，这是一个企业里面它最重要的比例。我们得分来算的话，顾客占6.7%，员工占6.1%。企业团体当然以赚钱为重要，不赚钱企业就不生存。可是你们看看，员工占这么多，员工不忠诚你也不用管。所以一再的，我跟大家说，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管理者，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像过去的那个管理者，一年波带进，一期如何发来有，这时候就需要同时专心致意，就是学到。时间到了。所以呢，我讲最后一段，你的专心致意，不要忘了每一天给自己15分钟学习进步。但是你在你的企业、你的工作上面努力学习的专心致意，对你的修行绝对有帮助，因为你越懂得怎么样专心致意解决问题。等到你有一天你要下来修静的时候，你用的就是那个方法。所以等到你不用了，免除了社会的义务，你在修行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快的往前走。它是二者皆宜。再讲一句，现在因为外国人科学家对这个越来越有兴趣，我们开始已经研究西方的医学。投入了几百亿的钱，开始在研究静坐。静坐给人什么？我们现在已经发现，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。静坐第一个改善的是身体疾病免疫力的提升，静坐免疫力的提升。所以你平常就学静坐，对你的身体就有帮助。你越能静坐，你的思虑就越容易专注。你思虑越容易专一，你就越容易解决你的气的问题，这就是气道。那你能够解决气的问题，你就养活很多的员工，这不就是天德吗？你照顾越多的员工，你就照顾越多的家庭，这不就是德吗？所以这就是现代人修道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透过什么？儒家。跟道教就是传统的佛系的方法，其中的核心就叫做精力。我讲，谢谢各位。谢谢，谢谢年轻人的指导，这个真的是给我们开窍很多。所以在这里边，我有点事和大家讲一下。就是说今天这个张博士跟我们讲的，使我们整个人都意味到我们需要我们做自我发掘，我们自个儿的能力我们其实有好多人不知道，尤其在这个新春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现在不能拜年了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春天是一个年的开始，我们必须要我们把我们自己挖掘起出来，就好像树在抽芽，在开花，我们也要把自己整个的整理好，像我们今天
张博士跟我们启示的，就是叫我们自个发掘，能够我们今天能够向昨日之我开战，那么说我们就会有经济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再给张博士鼓鼓掌，对我们有这个启发。我们这里还要提一个，因为我们现在下边要做这个艺术处工作。